爸一他一家人在那里被杀害了嘛。听到我爸爸的惨叫声，张明就从旁边木板门里面冲出来看，在背后砍了我姐夫几刀嘛。然后我父亲想出来，当时，但是刚刚想爬出来嘛，又被他家几个人，这是我亲眼看见的，又被他家几个拉着脚，拉缩回去，头又靠在门槛内，因为当时我只看了几个头，是拉着我的步行的啊，他们，然后那个张奇就提着刀冲出来，冲出来的同时，他老大杀向我母亲，我母亲被吓着了，然后后退坐在地上，躲过了这个张奇的刀。当时我就站在，我一小个嘛，我就站在门的那里，我看着这个张奇，他当时是穿的是这个白色的衬衣是吧？嗯。衫嘛，他的衬衫上有血，他跑了以后，家里面的其他人依次的全部出来就跑了，家里一个人都没有。那张已经逃跑了嘛，但是当天晚上就跑了。他在那个厂里面一直使用他家三哥的二代身份证嘛，最后是以他家三哥的这个二代身份信息去厂里面抓的人嘛。他当时跑了派出所，把其他的人通知去询问，就以证据不足把其他人给放了嘛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有一个人逃跑了，然后其他这四人证据不足，我也就把人给放了嘛。现在案件他们只拿这个张奇一个人判了一个无期徒刑，背了所有的罪名，其他的一个都没有追究嘛。卷宗丢失是检察院、县检察院、市检察院，还有我的律师，还有这个，公安局行政大队办案人员也是这样说的，影响处理不到其他人啊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张民这里已过追诉时效，然后检察院给的这个不起诉告知书上面，我只记得一句话：由于公安机关当时未完善相关法律文书，导致该案已过追诉时效嘛。启动了一个内部核查，因为但是现在他不是由公安，因为现在他们自己的事儿，这个也不能由他们来说啊。现在是由政法委这边牵头来联合几家部门来一起核查，就是具体有什么情况，具体来核查。